2812它里面的周边时脉信号的产生，周边时脉信号的产生。好，那我们希望啊，各位你能够在这个单元当中啊，知道在 DSP 晶片当中啊，这个时脉它的产生，还有它跟周边的时脉的设定的一些方法。哦，然后呢，你能够啊画出每一个周边相对应的时脉设定哦。哦，好，那对于周边时脉啊，这个关联以及设定啊，你都要有兴趣要了解一下。好，那这个单元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要知道各种周边时脉信号的产生以及它的关联性。好，这个部分很重要。首先先讲一下，就是各位在电脑里面，电脑里面速度最快的是什么东西？ CPU 嘛，就是 Intel 那颗 CPU。 可是所有周边的运行速度都跟 CPU 的速度一样快吗？不是哦。比如说你的记忆体，你的记忆体是多少？现在是多少？1666哦，1600MB 是不是？哦，反正记忆体的速度跟 CPU 的速度是不一样快的哦。哦，你要注意。好，还有什么？你的那个插槽，你的插槽，比如说你要插显示卡，啊 ，PCIe 的速度，那 PCIe 的速度跟 CPU 的速度有一样吗？没有一样嘛。OK， 好，所以从这个例子当中，你可以知道，一台主机当中所需要的 clock 是有好几种的哦。好，那现在我们讲回 DSP，DSP 里面也是一样，它虽然是一颗晶片。但是呢，它里面有分成很多小东西。第一个就是 CPU 的核心，也就是像 Intel 那个 CPU 一样。哦， Intel CPU 虽然是在主机板里面，哦，你以为它是一颗，但是它里面就像 DSP 晶片一样，它里面是主要有一个核心。好，那 DSP 晶片里面还有很多的周边，这些周边会有不一样的速度需求。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lock in 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向回路把这个把外部的时脉经过设定转换之后送到 CPU 的这个时脉 clock。 好，那么 CPU 呢会再去做分配，然后呢作为 system clock out、哦、送到外部的周边 ，system clock out。好，那么你的 system clock out 呢，在系统啊初始化的时候，就必须要对各个外部周边的时脉啊进行智能，也就是说，你的程式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对这些时脉做一些设定啊，因为如果你不设定的话，你的暂存器里面的值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周边的这个运行、哦、所以你一开始一定要对它做一个设定。好，各位，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形。好，那各位你可以看，从图形的最右边开始看，最右边呢就是外部的 clock， 外部的这个晶体振荡器、哦、那这个外部的振荡器呢，它会送一个频率进来，对不对？好，经过了我的所向回路之后，是不是可以产生一个频率？这个频率呢，就是 clock in。这个 clock in 是送到晶片里面的 CPU 啊、哦、，CPU。然后呢，这个 CPU 啊，再产生一个 system clock out 啊、哦、，system clock out 出来。那这个出来之后呢，它就会送到很多地方。
啊、哦，例如它有外部的暂存器，然后呢系统控制的暂存器，还有什么低速预定的这个低速预定的这个周边啊、哦，然后呢外部的暂存器，高速预定的周边。OK， 好、哦，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整个的时脉的这个流向图，好，好，各位我们看一下，假设啊，你的 F2812 啊，你的外部周边，你在程式当中我会用到，我会用到，比如说 EVA 就是事件处理器，然后呢 SCIA 还有 ADC 这三个周边，那么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程序对这三个周边啊来进行它的时脉智能，哦 ，clock enable。那时脉智能的意思就是说，我透过这个 PLL 输出的这个时脉给 CPU，CPU 呢再送出时脉，那这些时脉呢，我在软体的时候去把它做设定，让你在周边啊所用到的时脉是适合这个周边的时脉，啊，因为有的周边不一定用那么快。OK， 好。那么跟时脉智能相关的这个暂存器啊，就是 PCLKCR 啊，这个 PCLKCR 就是 Peripheral Clock 啊 Control Register。好，那各位在我们的这个程式里面，我们呢会把一些这个暂存器啊做口语化的设定，那这个呢在程式里面它都会有、哦、所以你必须要去找到那一个相关设定位元的代表的这个文字、哦、例如我的 SCIA 的这个 clock SCIA 的这个 clock 的设定的 bit 呢就是第一行、哦、就是第一行这一个代表，所以呢你把它设定为一、哦、就是智能它，然后呢 EVA 一样相关对应的这个暂存器它的文字是这个样子、哦、设定为一、哦、ADC 也是一样设定为一，那么这个时候你的 clock 就开始智能它了。好，那我这个单元呢就是在讲周边的 clock 跟你的 CPU 的 clock 之间的关系。哦，所以各位你要这个回去啊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CPU 的 clock 跟你周边的 clock 有什么样子的关系。OK， 哦，然后呢你的暂存器是由哪一个暂存器产生的？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讲到这边。